勋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节目主持人，他也多次主持过春节联欢晚会。他凭借幽默又不失儒雅的主持风格，受到很多网友的喜爱，尤其是他主持了《艺术人生》，是很多人都记忆深刻的一档节目。6月9日，有媒体晒出朱军近照，照片中朱军和几位同事在一起同框合拍，其中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金龟子姐姐。从照片中看上去，朱军相比之前的变化非常大，以前的脸部圆润，身材微胖，而现在55岁的朱军瘦的都快脱了相，也没有了以前意气风发的精气神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，几个人还在一起双手托腮的卖萌自拍，而金龟子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，依然留着一款标志性的蘑菇头，仿佛跟之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其实本来朱军的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，但是却被传出性侵年轻女生的事件，之后朱军也否认了此事，但是后来朱军也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，而这位女生对其起诉，但是直到现在案件也没有给出结果，事情的真相也没有彻底调查清楚。朱军这次露面，他的变化应该是受到了风波的影响，在这里也为他惋惜，也希望事情早点调查清楚，给众一个交代，毕竟他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位主持人。那么你感觉朱军受托像是因为风波导致的吗？